机会很大。其他的队友的两位左打者都打出两支安打，合理的怀疑就是这一支安打会有可能会出现，合理的推测是不是？因为今天新农牛队就排三个左打在先发打出，哇塞！谢嘉贤这一个球有外野，像是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，九万安，谢嘉贤胡牌了，胡牌算台。这一棒三分全垒打三台，哇，九万安是一支三分炮，真的合理的推测，左打都要打两支安打，哇，三分炮，谢嘉贤今年球季个人第四号的全垒打，一下变成6-0了，九万安就是谢嘉贤胡牌。推倒湖了啊，还没发生之前预估了啊，怀疑了，哦，砰砰砰了三分炮，啊，两出局了，九万安，对，想要抓左打，哎呦，路人左一球就被谢嘉贤轰出去了，因为他的球路没有面对左打者的手段。哇，阿爸谢嘉贤现在近况非常好啊，不用了，投到红中来啊，打到又应该知道了，有了泰山已经完成，对啊，对对，是张泰山，一个球队有两个200轰的球员，可怕，哇，谢嘉贤，哇，右外野手跳起来，没吃上第90000支的安打，攻下了3分，目前6-0领先。